重量哎，那太轻了，怕被风吹歪。喘哦。现在这个雪况来讲，走那里会更累，这里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走法。喘呐、啊？怎样啦、啊？喘呐、啊！希望那个也有卖水，不然就惨了。我要喝水，我回去要狂喝水。你可以喝三支内的泉水。我没有呀，那个旅馆那么老，我才不敢喝嘞。真的不敢喝啊！哎、欸，所以我的下车再开，还是等那个缆车坐完再开就好。你可以现在就开。不要不要，我已经开了。
下一波，滑一小段就要坐下一波了。但是我正在，我会站在那边一下下嘛。好啊。因为我就是下到一半。是什么？绊倒我！哦，我绊倒你！擦呢？回头冲，你知道吗？往回折，然后往那边冲。等一下有一段下坡，
有线那个不是很好靠。真的真的。不过这个就够重了，没有加一个秤。有、哦。有、哦。那边是吗？那就还是一样这种的，轻型的。是不是？是吗？我这边。那边两个。对啊，你还说没有？我刚刚没看到。因为刚摆的在这这里，很明显。对。好热哦，怎么办？要戴还是不要戴？戴什么？我现在只帽子没戴，你看我帽子松的像什么一样。帽子当然是不用戴啊。我是连护目镜都不用戴。太凉了，伤眼睛。没有。你还是没有开啊。他就坐缆车。看你要开不开都可以，我的话开着我都有记录啊。想说
可以不用明天才来这边猜来猜去，今天就知道答案。我到底要不要？快到了吗？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多远。你看号码。没有写。有写吗？有九十二，十十一十二，快了快了。小屋没开、啊，回去吧。就听到滴滴答答，以为在下雨。好，你知道吧？直直冲，往右，不是往右，岔路，岔路往左，那个路不要有写。不记得。不记得。我放的方向不对，要转过来才行。到了。云雾之中，先走左边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在看路。左边才对啊。等一下不要减速，要用冲的哦。等一下不要减速，要用冲的哦。要用冲的，等一下不要减速，用冲的。大概左转之后，接着是右转，跟着我一起冲喽。好，所以现在就要冲。冲啊冲啊！
走那个我们一直常滑的红线回去吧，不想走黑线下去。OK 吗？好吗？直走。这里就是 family 啊。跟我走。他们想去高天远啊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因为左边这个没开。好，接下来直直冲，超过那个房间哦，走棒棒的右边，我要冲了，跟我一起冲。好了，走对啊，回去啊，回去。你不用跟我一样高啊，你用不着滑到跟我一样高，我是把能量换成高度了。啊，我们是要去那边嘛，橘色后面。
对啊，我只打算冲到停下来为止。好多擦边哦，我的鞋子。接着就是检验一下晚餐跟房间啊，搞不好以后我们搞不好以后就变成这里的常客了。这次雪况是我来之后最差的。嗯，反过来的话走就有点远，小缺点。那个森林啊，你知道旁边有一个小路可以滑下来吗？滑到这边的路上，然后就会到大梅花的旅馆旁边，然后再走过来，但是那边比较陡。哎，等我一下，那就关了。好，没花多少今天。